您觉得就是现在的年轻人啊，为什么说那么压力大呢？现在的年轻人压力大，对，不愿意结婚，不愿意生孩子。社会现象，一来是工作忙，知道吧？就我孩子来说，就是一来是工作太忙，没时间就是操这方面的心，这也是一方面的原因。加上都是在外面，要是家里一边搬。像那些没上过学的、学习文化不太高的，人家都成家了。对，像他那个年纪，老家都是这样岁了。对，就是这样的嘛。那也跟那工作压力大，特别是大城市。我们小城市上面还好一点吧，应该说。那你不催着他点儿，让他赶快找？我肯定催呀。我催的话，只能他自己去做这个事情，是吧？是，只能自己。我也不能够怎么样去，我肯定想着他。哎呀，也不小了，做父母的谁都着急，没错，哪一个人是吧？对，做父母的都着急。这好像是一个社会现象呢。应该是。我去那边去天坛公园，好多都是父母在那里给孩子找。对对对，是。你也去过天坛公园？我去过天坛公园。我有一次去过天坛公园，我老爸来我弟这里玩，我去跟他，去天坛公园玩的时候，就碰到一个相亲公园在天坛嘛。哎，我的妈呀，好多人呐、啊！都是年纪大的，没有自己本人相亲的，就好多人也在那里问了说，但是还是女生多。对，女生多。女生多，怎么搞的嘛？这是。女生可能不知道。都是女生多，男生没几个。男生找的少，也找，也有少，是少一点，着急操心。可能再等等，他自己就能找到了。啊，只有看缘分呗，那我也愿意呀、啊。